好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位。我听过，我听过。是吧？大嘴巴，我还能讲出是 something girls 吗？大嘴巴，只是耳误对不对？耳误。艾莎大嘴巴很红啊，超级红啊！欢迎艾莎，谢谢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OK， 好，你先请坐，我们等下慢慢聊。OK， 会越来越难猜哦。哎呦，让我们欢迎第二位。比刚刚艾莎长很多，代表他体力比他好，应该是比他年轻很多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是谁？对，我们就是比较少上 S 姐的节目。你没有任何节目都没有上过吗？康熙有一起上过康熙一次而已。你跟你的团体吗？对，团员一起这样子。那时候上康熙的团体是？你是不是能让大家猜？Twinkle， 黑社会。对，黑社会妹妹，黑社会妹妹 ，Twinkle 跟黑社会是同一个东西吗？不同，她是黑社会妹妹出身，然后后来组团叫 Twinkle。你有访问过？没有，没有了吧？那你怎么知道？但我们还是要掌握从第一台到第一百台所有的讯息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应该是在黑社会比较前期，她还是黑社会妹妹的时候。可是不得不说，还是保养得很好，舞跳得很好。谢谢。欢迎思雅。谢谢。可是刚刚思雅，你有唱歌吗？刚刚没有唱。哦，那你就输了。你看人家老姐姐都对唱现场哦，你对嘴，是没办法唱现场。可以唱现场，可以。You sure? Sure. 我表演蔡依林的舞也都是唱现场。那你刚才你跳一个八拍，然后配真唱，干唱吗？干唱，干唱，干唱。哇，这么突然。OK。好干哦！不会不会不会，人生就是要挑战干，挑战好，挑战干。Falling in love, falling in love, falling in love, loving you。哇，也是会唱，是可以的啦，只是麦不够而已。哦，对，要点 echo 啦，歌很干。对啦，我们就是喜欢干 ，OK， 我们节目就要干到爆。好 ，OK。这是什么主旨？我们节目是干到爆。我们两个不是讨论过吗？是以干到爆当成我们的节目宗旨啊！干到爆，然后让别人尴尬到爆。OK， 接下来欢迎第三位，前奏停下，不要这么帅嘛！
你就已经解散了，你干嘛这样啊？因为我昨天突然要练舞嘛，我要练这首舞，我觉得。然后你多久没跳了？10年。10年没跳舞了，所以你昨天这样猛起来。发了疯了猛练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楼下邻居都来抗议，可以先让我坐这吗？因为我真的没办法站。不行，你一文都不能立刻坐。啊，会，你要起来，岔气哦，起来这样慢慢走。先跳，先呼吸，先呼吸。因为你刚刚你该到对那已经是你到底，对对对，你希望观众唤醒观众对你们的回忆是不是？对对，因为现在偶像团体猖獗嘛，那我们就猖獗。你觉得哪一个团体最猖獗？哎，现在吗？嗯，就是说你们也这么红，红什么啊？我不好意思讲了，我爸被攻击。不会，他们现在的粉丝都比我们厉害了。所以你们知道他是来自哪里吧？棒棒糖男孩。对，团体是 Lollipop F。我们刚开始叫棒棒糖，嗯，然后后来吵架分团，就一个叫 JPM， 一个叫 Lollipop F。哦，所以王子是 JPM， 对对对，所以你是 Lollipop， 所以你是跟王子吵架对不对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哇，有壁虎，这个是这是有有有，因为他们之前闹内讧闹很凶，好像有牛肉，对，牛肉有壁虎，有壁虎有壁虎，争执争执，有一点点啦，但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夸张。这问题是不是出在王子身上？没有啦，那大家都有问题啦。对啊，就是哇，可以聊啦。对啊，你看四个跟两个，那一定是就是两个比较有个性嘛。对啊，哇，所以四个的是你们对对对对，你就是 Lollipop， 然后两个的是王子 JPM 只有两个人吗？还有哥哥弟弟，还有那个小杰哦，而且 JPM 好像比较红，是不是？应该没这回事。我旗鼓相当哦，你知道他们的歌啊，就是很多人，我看那个留言啊，前大概一两个月前，还有很多人说他们这首《电丝》如果是放在现在也是很合理的，他们的 MV 也是帅的。对，我们花了大概快400多万卖拍那些 MV。对，现在我们自己拍 MV 就是3-4万这样。你现在还需要拍 MV 吗？有，现在还是有在出自己单曲。最近有出吗？有，叫做《不在场祝福》。不在场可以打歌是不是？可以打歌啊。哇，所以是现在这刚上而已。上了大概有3个月吧。没关系，你唱一下，因为我想留太多时间给最后一位。我怕他一直在那边乱讲话。好。一颗心关上了门，你好吗，陌生人？不在场祝福最适合局外人。当初这里故作残忍，也好过给不起永恒。无为自己跟回忆拉扯，只求你能完整拥有幸福前程。好帅哦！好帅哦！佩服你那么干，你还可以唱那么长哦。你们不是就喜欢干的吗？所以你刚才也不尴尬，对不对？不尴尬，你的老艺人都不会怕尴尬，就是要来就来啊。对啊，那个娶到一个富家千金，然后开那个顶三嘛，那个顶三是阿伟，阿伟，那跟你是同团的吗？啊，同团。哦，所以你跟阿伟，然后你那时候还有谁？我们还有威廉，还有敖犬，敖犬对。哦，真的是 JPM 比较红。什么？那几个都很好，你们很好奇最后一位是谁，是不是？还是没有，大家都没有好奇，就是不好奇要给他。那我就所以艾莎是有结婚还是没有？也没有生小孩，没有。那你跟马伊有关系吗？有关系啊，我们是以前是同一个团体，对，以前是同一个团体。所以你先跟马伊组一个团，然后后来又再重新组大嘴巴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有组过两个团体。哦，对，所以大嘴巴是撑了几张？你说5张吧，然后得过金曲奖最佳团体，哇，对，得过2次，那很厉害耶，很幸运。里面我记得有怀秋，还有一个是谁？怀秋、士林啊，中华。嗯，像士林的话，就是今年他有得那个最佳男演员，嗯，后来都在演戏比较多，这么厉害，金钟奖吗？金钟奖，嗯，哇，他现在是演戏的，然后另外你说一个中华，中华是那个 DJ， 那他现在做什么？他现在前一阵子有去参加一个节目，那边不要出声音好不好？我们在录影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一位哦，还有一位老师 Miru 姐，有这段吗？有这段我怎么不知道？有是强行进入吗？这一段没有啊。
个屁啊！好短哦。你刚刚那个是舞蹈吗？不是，刚不是，他们就硬要跳一段啊。可是你没有在舞蹈啊，你只是这样的行阵。不是你可以把它找出我们当年的 MV， 刚刚比刚刚还烂。对，他们叫我练，我昨天把我们的那 MV 拿出来，真的不好哎。而且三个人跳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拍子上面，不一样，你都跳完了，赵哥才回来。那个硬石博士，他们是哪一个团体？什么什么西门町之类的？西门町啊？什么町？那个艾莎，他是什么团体？我知道还有谁，他的团员，但你不知道名字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你团员有谁？那个字写哥啊，思雅，你知道他的团体有谁吗？好像还有玉林哥吗？玉林哥？是赵哥跟那个，怎么现在的人都在做效果啊？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人做效果，连那个博士也在做效果。谁可以讲出？谁可以讲出最后一位？除了赵正平之外，另外一位陈玉玲啊，林志贤，还有一位是谁？只有三位，小梁哥。只有你们团体只有三位吗？只有三位，嘿。还是你有看到一些看不到的？我记得不是有四位吗？三位，真的三位。哦。欢迎郑浩哥。在太多虚幻，终究是古老模样。原来你要的是那么单纯而简单，在雨天为你撑着伞，星期天陪你到海边，踩踩沙滩，要给你最传统的浪漫，闪着烛光的晚餐，神奇的力量。打开你平凡认真的心房，要给你最古老的幻想，扬起白色的风帆，晒一晒久违的太阳。我的旧爱复刻版，不用包装，呵护你不会偷懒。41岁唱歌声音还是小孩子，对啊，是吗？还这样耶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样偶选声音就变得很低沉，我也可以很尖了。不过可是刚刚这样，有时候我是觉得 key 对我来讲已经有点高了，因为以前就是我们的 key 比较高。那不是那个问题，是你的声音还是唱起来是小孩子，有点稚嫩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听到偶选讲话的时候，我想说哇。他以前声音不是就是那种年轻人，就比较高频一点点。对，你现在好低音哎。因为想要符合年纪嘛，所以你是故意压低哦。我也可以很高这样讲话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，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比较成熟一点。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接近要40岁的时候，就觉得算了，就是反正是怎么样都会老嘛，会放掉这个。对，你就干脆就回做回自己就好。唱得很好。哎，谢谢，好经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大家先帮你那个祈求不要发生任何事情，来搀扶他，搀扶他，偶像要小心啊，我的偶像。没有，但你不会还要跳舞吧？跳一下啊。哇，好期待哦。因为那个我们组合的歌就是一个人唱会很尴尬，你会模仿王子吗？不然我跟他一起好了。可是你我站过关了。等一下，你会跳他的舞吗？我回忆一下，应该可以。但你今天除了是陪他跳舞之外，主要是保护者。好。他万一如果他不是，你要赶快抱住他。我会。你二九过了吗？对，我刚过，我现在刚30岁。OK， 没问题。OK。至少不会两个一起出意外。哇哇！先跳出来，怎么样？Dance, dance, dance.
tonight. Let's just dance, dance, dance. Let's just danc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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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 tonight, tonight. Let's just danc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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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nce. 去爱，去爱，消灭多余的孤独。Tonight, tonight. Let's just dance, dance, dance.说好要靠他背，靠背，靠背，没靠到，滑走。你是真的跌倒吗？还是演戏的？没有，真的要靠背，没靠到。没有，他最后站位根本站错。你有时候靠背是两个背对背，然后我他是直接正面站的。然后你一往，我太紧张，我太紧张了。你蕊的时候明明是朝这边的，你干嘛陷害他？我太紧张了，我直接跟偶像脚啊，跟偶像共舞。而且为什么？我觉得整首歌你唱的比较多啊。对，是不是我错觉？因为我唱的部分就是我以前唱的部分，所以他是唱阿伟的，是不是？他是唱小玉的，所以小玉，小玉是最会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以前是小玉主唱的。哎呦，可以，一下都要抢一下。有差很多。你刚刚逢九的那个意味，差点是他造成。你在搭的时候，他刚好排腿脚冲你头，怎么惊险？差一点，真的，对对对，差一点点，我可以回去重播。我刚刚他的脚从你的头旁边扫过去。踹爆你的头，哎，我都跟蕊的不一样，他是保护者变加害者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人心机很重，真的。对，这个我刚刚问的，我心机很重。他会假装说，哎，我跟你配合，到时候我就没有，我帮你。都不一样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也不，他这样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还要踹你头，他就是这种人，好危险哦，真的。偶像，偶像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圆梦，圆梦。你们很关心我，对不对？你是在，你在张，是这一张，是这一张，不要紧张，这一张，好吧，是这张，不要紧张了。等你坐定，我们再聊天。OK OK， 我很好，我很好。这是五六比较会跳，还是那个啊？应该算是他们会比较会跳。不要这样讲，前辈，五六不能亡，好，不能亡，没有要亡。10月22号高雄巨蛋演唱会，但是只有三个人会去哦。三个人是一定会去，另外有没有两个，那就是看缘分，还在瞧。所以你们那天演唱会还会载歌载舞吗？一定要啊，一定要，就是经典的歌曲。然后我觉得这次比较好的是，因为之前演唱会有人讲过说，哦，有一些好听的歌曲，但是都没听我们唱过，所以这次我们会把一些比较少表演的拿出来。你这有哪些？你在说？粉丝，你以为是从朋友那听说吗？还是粉丝说？不会，讲真的，敖轩，你现在如果听到主持人说，那要不要来 cue 一段那个 breaking， 你会很害怕？我觉得是倒立的东西就会比较生疏嘛。因为你不是天天在做了，所以对，其实少做也有差啦。对啊，不过一些好玩的还是可以做啊。哦，等等，小心，不要危险哦。你可以试试看。我？对啊，一起来。啊 ，breaking 哎 ，try 就是好玩呐，就是像瑜伽这样啊。哦。对啊。真的？那你觉得他凹得起来吗？小心啊，小心负责，小心腿，我负责保护你。等一下。已经很硬哎，我筋很软，是这招。那还是你换边，鞋子不是太大骚了，鞋在后尾啦。你换这边应该，对，你可以哦，成功，可以，对啊。好，然后嘞，不会是要把自己撑起来，一起是要把自己撑起来吗？哦，你可以，但我不是要撑起来啊，就是让它移动，可以这样移动，移动，怎么？哥先示范一下，对，哦。你好灵活哦！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厉害哦！你可以试啊！加油加油！啊，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好了，我先。就是有一种胃疼。算了算了，你要太心酸了。这个弄算了啦。不行，你不能输。哦，你可以哇，进去了哇！快一点，要快了哦！哎，你们俩比快，比快。为什么弄？你说我们两个安静啊？对啊，比快啊！好痛哦！怎么移动？对啊对啊，要折起来一点，折起来一点，就用屁股去走。好妙哦！这是什么节奏？蛮可爱的吧？好荒谬哦！
看的是我们要看什么了？偶像，我们要看的是，我们是要看帅的动作啦，像什么？只要看这个啦，这个也很喘哎。快来订阅《小姐不息地》，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